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下 N 与阿 Li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邝山少嘅演艺人生。咁今日我哋就将会同大家分享邝山少演出嘅列表。咁首先咧就系1935年就野花香，咁跟住咧就有1936年啦。有風流小姐、人言可畏、翻天覆地、科學罪人、蘆花淚、鄉下老尋仔、神鞭俠。咁跟住啦，就1937年嘅。咁邝山少1937年嘅作品咧，就有《花开富贵》《金屋十二钗》《神出鬼没》《大战之前夕》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《多情天使》《女中丈夫》《天下为公》芳村怪影、夜明珠、七姊妹、制造民国、前进曲、珠江风月、女性之光、恋爱博士、弹性姑娘、边防血女、如此人间、心魔同埋呢个精忠报国。咁跟住啦，就系1938年啦。1938年，邝三少嘅演出咧就包括有《民族女英雄》、《八百壮士》、《理想未婚妻》、金屋十二钗的续集、公敌、柳文柴、三千女明星、好女十八嫁、民族之光、金叶菊、姊妹争夫、严瑞生、正一孤寒种、豪华阔少、风流债、陈万年再世婚姻、陈世美不认妻、柴米夫妻、粉妆楼同埋呢个萧云大姐。咁跟住啦，就系1939年啦。1939年邝山少的演出就有《好女十八嫁》的续集、《春情烈火》、《真假武则天》、《金叶菊》的续集、《花木兰》、《脂粉将军》、《正一多情种》、《庄子侍妻》、女大师嫁、金丝蝴蝶、断红绫雁记、珍珠泪、柳文柴的第二集、烈虎报夫仇之三司会审、老婆老、梅香二度、凤娇投水、背解红罗、坦几、女侠红蝴蝶、棺材精、卖怪如龟山起火、扫把精、三气宣王、玉离魂、食人太太、人鬼奇缘、竹即鸭、
女鬼洞房、桃花命、火烧石山、七姐嫁八仙、武潘安、雍正王夜渡香妃。咁呢个雍正王夜渡香妃咧，就系1940年嘅作品啦。咁跟住1940年嘅咧，就仲有慈云走阁、打雀遇鬼、慈禧西太后、乾隆下江南、并蒂莲、重振家声、杀人王、红巾吾、望夫山。咁跟住咧就1941年，咁1941年啦，咁邝山少就只系得一部作品啫。咁因为之后啦，就系呢个太平洋战争啊，日本仔侵华，咁所以就冇作品啦。咁1941年嘅作品啦，就系《断肠花》。咁跟住42、43、44、45、46啦，咁都系因为战事嘅关系就冇作品。然之后去到1947年，1947年嘅就有《情插白菊花》。咁呢一年就都系得一套作品啫。咁跟住就1948年啦。1948年就有《花香衬马蹄》、《妖女复仇》、《二龙争珠》、《七月落梅花》、《万绿丛中一点红》、《沙场蝶影》、《一日夫妻百日恩》、《癫鸾倒凤》、《骨肉情深》。咁呢套《骨肉情深》就系1949年噶啦。咁1950年啦，就有两套，有四套电影，分别系《孽债》、《人海万花筒》、《乌龙将军》同埋呢个《冷落断肠花》。跟住1951年就只系有一套作品啫，就系《银海春光》。跟住1952年就有《十月芥菜》，咁就一套作品啫。跟住1955年就亦都系得一套作品《鸳鸯谱》。咁跟住就1958年啦。咁1958年就系得一套作品，咁呢套亦都系佢最后嘅作品啦。咁拍完呢套之后啦，佢亦都系退出呢个影坛啦。咁呢套咧就系《海角红楼》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邝山少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亦都全部完结啦。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啦。好，下一集继续同大家介绍其他嘅老官或者艺员。好，拜拜。